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想继续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21周，即从5月23日到5月2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20周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周开盘价是 767.16， 周收盘价是 663.9，当周最高是在 769.76， 最低是到达了 633。 那当周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幅值是达到了134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在前一周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周的成交量是 1.558 亿股，是前一周的 0.92 倍，量缩。 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继续下行的走势。 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双线下行，那在零轴下方啊，出现了较前一周更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进入到了一个空头的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当周的 K 线信息。在第20周生成的这个 K 线啊，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4.5% 以上，留有下影线，但下影线的长度啊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那当周生成的这个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啊，它的位置是在一个连续的下跌中。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周的最低，那在当周也出现了新低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跌。我们再来看信息，那连续两周，也就是在第19周和第20周啊，我们会看到啊，连续两周出现的是含下影线的中长红 K 线，那并且啊，在这两周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。那如果在这两周之内啊，是主力在吸货，那么后续啊，股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反转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在第20周生成的这个 K 线啊，它的周收盘价跌破了我们定义的这个2号的趋势线。那在当周出现了新低，那收盘跌破了前低。那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明后续会继续下跌。那我们先来说说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如果在接下来一周股价出现下行的话，那它的支撑首先应该是这个20均值，对，是在620附近，它是一个支撑。那再向下一个支撑呢，对，我们会看到，我们认为我们看这条线，也就是2号趋势线这个底底高上行趋势的第一个底，那它是2021年5月17日当周的最低，也就是546这个位置。那它将是下跌的第二个支撑。那我们画一条水平线作为一个标记。好，那这是股价如果下行接下来的一个叫做目标，也是支撑。那再向下呢，我们可以看在年 K 线图，在这里边有一个五均值，是屏幕的左上方 MA5，
是 515.315， 对。好，我们回到周 K 线，然后我们再画一条水平线，也就是我们把它画在515这个位置。好的，那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，股价如果是继续下行，那么下边是120均值，546和515将是支撑。那下行的目标啊，在第21周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20周的最低，也就是633，也就是它的目标是收盘要低于633。好，这是下行。那我们会看到下方是有支撑的，如果遇支撑股价出现反转，那么它将会反弹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股价的反弹。那在第20周啊，如果股在第21周啊，如果股价出现了反弹，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回到这个2号趋势线的上方。那在这个2号趋势线和21周当周的交点呢， K 线的交点呢是在748这个位置。也就是它第一个目标是要回到2号趋势线以上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看到也是一个压力，当然也是一个目标，也就是20周的最高是769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说如果能够在21周出现反弹，反转向上，如果再能站上前一周的最高呢，那股价才能在后续继续出现反弹，甚至说是上涨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条水平线作为日后的观察，也就是769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上方如果站上769会继续反弹，下方它的目标是要跌破633，在下方还有三个支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第21周当周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压力位。那压力位呢，我们认为首先到来压力位啊，是这个20周下跌的这个长红 K 线实体的 50% 这个位置。那也就是715，对，它将是第一个压力位。那再接下来的上方的第二个压力位呢，是一个压力区间，也就是当周新生成的五均值是在747，对，到783这个区域。对，那这个区域我们也会看到它涵盖了我们说上方也就是20周的最高769，也是继续反弹的这个标志线也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第二个压力区间。那再向上的压力呢，我们会看到是当周新生成的60均值，应该是在829附近。然后对，再向上，那我们会看到是在第19周的最高，对，是在845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支撑位。那么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一定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，是633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当周新生成的120均值，我们测算是在620附近。然后再下方我们会看到是这个水平线546，是2021年5月17日当周的最低。然后下方是515，也就是年
线图当中的五均值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第21周股价的预测。那我们预测呢，认为两个可能，其中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会股价会反弹，也就是反转向上。那我们的判断基于就是说，我们认为在第19周和20周啊，连续两周出现有大的成交量，是有大量的买盘，对，所以在21周啊很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呢，它一定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会回踩到660这个位置最低，对，然后最高会到达815，对，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785附近，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叫做新低，然后呢在这里出现一个止跌的一个变盘信号 K 线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它很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当然也有可能会是高开盘，对。那股价最低呢可能会到达570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会测试到700，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650附近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第21周的走势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